可恶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哼！哎呀，请不要打扰我。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绝不会轻饶你。难道舰长把我当成小孩子了？不要。有什么事吗？请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摸得舒服吗，舰长？他可是能踢断你的鼻梁哦。摸得舒服吗，舰长？他可是能踢断你的鼻梁。